Born in 1973, Wu Hongliang is an active curator in China's art community. He's accomplished in composing and practicing his curatorial ideas with respect to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art.而当代艺术呢，它是一个偏个人化的，而一旦有国家馆的概念，它有国家馆，你会发现国家是什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一次融合，它不仅仅是一种边界，它可能更是一种集体的意识和认知。所以这里头就发生了一些非常微妙的小矛盾。那这个矛盾本身非常当代艺术。威尼斯双年展有效地把这样的一个体制中的和体制外的小矛盾有效地进行了结合。第二点就是它又不是一个纯学术性的展览，其实更多的它是一个旅游项目。要咱们先说叫文旅融合的项目，那么这个文旅融合你会发现，哎，它在馆里层面上，比如说甄选总策展人、建立国家馆的机制。 建立主题展的机制，那么这些机制在每一次的威尼斯双年展都有坚持的部分，还有变化的部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100多年的历史，威尼斯双年展得以延续和仍然有活力。我觉得就跟他特别注重这样的一个机制建设有关。 这文旅宣布，它又怎么样来建构一种更合理的尺度？我所说的是专业尺度，那么它就保持了它的学术的尊严性，甚至是文旅本身的工作层面的尊严性。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思考，我去年在做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的策划的时候，特别考虑的就是全球的普通观众。 当然，去威尼斯双年展看展览的观众都是一个准专业的观众，有很多人是年年必来的。我们希望能跟他们进行有效的交流。我用的策略就是用了一些偏国际化的作品，我们没有用那些有直接的中国符号化的作品，而用了全人类都可以认知的一些艺术切入点。你比如说，阳光、水，你的心理的波动。 人类沟通的方式，如果用物质的方式来呈现，比如桥，啊，全世界都有桥。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从功能到形象都相似的，所以我们试图通过这个展览找人类的共识和相似点。这一次的威尼斯双年展的总主题呢，是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其实这个有趣的时代不是好玩的时代，而是在预测。 一个人类可能面临危险的时代。那么提出这句话的时间点是倒推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那时候是什么？经济危机，是二战的前奏。那么去年这个总策展人鲁格夫提出这个主题，其实今年人类将面临的问题，其实它是有预测性的。艺术家和艺术的展览是有预知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所以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如何用一种更东方的方式去回答？ 我们就想，人类每一次在往前走的时候，濒临变化的时候，或者危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不是习惯，是经验，就是你要往回看。所谓的文艺复兴，中国像古文运动，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反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没有可能我们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连接大家的思考，连找到一些共识呢？我们所谓的建立共识，本身其实又是。 与当代艺术习惯性逻辑的一次小矛盾。那在这个多重的系统的纠葛下，我们建立了这个展览体系。我选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的背后的力量，它不是通过简单的中国符号去告诉你我是个中国人，或者我是一个东方思维，而是背后的那一两是有东方思维的那种东方的基因。整个展览的空间设置和理念结构又是非常东方的。比如整个展览用的思考的方法是按照苏州园林的思考方法来完成的。 哎呀，我就很庆幸，这是我要庆幸的，感谢中国的传统给了我们巨大资源，就是用了东方的这种园林的思考方式，所谓一步一景，所谓借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心理上的链接，这些作品融入这样的一个空间系统，使它整个变成了一个中国的园林，整个的空间逻辑和调动观者的感受逻辑是完全东方的。